这这完了一出来是这四个人名字一样啊，这四个人名字是一模一样，差个数字啊。某一男生宿舍集体发出沉默。 超级空投啊！想就完了呗，直接就干了。 这就死了！哎呀，我操，怎么这么冲动啊？哎呀，怎么这么冲动啊？这能冲吗？怎么还上头了呢？啊，打赤壁城，兄弟们，怎么还上头呢？玩着玩着上头是吧？这能他妈冲吗？这一响就不能啊？你怎么还冲过去了呢？不知道自己姓啥是吧？ 不知道当年有没有人知道，没有当年有没有听闻过我橙子的兄弟们？说实话，玩这个图我是有一点骄傲的，因为啥呢？这个确实当时是真的打的真的牛逼，是真的牛逼。 没有任何一个人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在我当时的认知里面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这个单是萨诺更加牛逼了，只有我。